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是刚刚看到而已。对。好帅哦，三十三。他看腻了，看腻了。有，对，都有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会共估啦，对，就跟二十七亿一样，对，没事啊，我觉得就开心嘛，就是参加有一个参与感这样子，对吧、啊？每年都可以这样，脖子露出来了，对，有点害羞，有点赤裸，对，什么害羞？就是正常来讲，穿西装都会有领子，对，很少穿西装脖子跑出来了。哎、欸，好很多了，现在就可能等他指甲掉吧，他应该不好意思在那边讲一些恶心的话题，就他可能之后会掉了，他可能对，等他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其实我很久没碰到我手机了，对，所以我刚刚在车上超想滑，忘了带。没有先看过才滑。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是刚刚看到而已，对。看腻了，看腻了。对，谁？还谁？几件事？我买就是。就生气。你们两个在冲突啊？是我来好的。我没人知道。完了。弟弟。真的气死我了！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你看他的气场吧。你真的很会聊天的。欢迎收看《新光临的新闻》。我们上了一个非常热门的网络节目。你说过你会照顾我的。我说我会照顾你。每周二下午5点，请准时收看《新光临的新闻》。